听话，走了。买这么多东西回来，你是不是想把我困在这儿不让我出去？我就是想金屋藏娇呀。刚才苏总打电话来说照片被人买走了。你都知道吧？高山，我手里有些东西可以帮你渡过难关。康总想怎么合作？这商场上啊，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要你换了立场，自然能成为朋友。这是苏美和要操作的内容，股东大会那天他会当场展示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这话应该我问你才对。跟踪我呀？是不是只要能赢，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出马，包括你的诚信跟良知？我就是这样的人，只要有利可图，什么人都不能挡住我的脚步，也包括你。放开，放手！高山，看好他，别让他出。